快速制作，活化数据，引爆数据能量，创造数据价值。我们公司成立在1995年，成立的时候就是觉得数据比较不容易被淘汰，所以我们就专注在数据分析的技术、产品和平台的研发，在数据这个领域里头一环扣一环，配合着市场跟技术的脉动。QueryPro 基本上它的这两个重要特色就是快跟火。快其实就是指说讲三个 Excel 汇入到我们的平台，制作成一个枢纽表，这样只要10到15秒，两个点击你就可以产生营收的前期比较跟同期比较，三个点击你就可以制造出原品图跟字条图这样子的分析图表，这就是快。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火，火的部分指的是分析人员他可以在平台上面随意拖拉他自己想要分析的图表，任意变换他想要分析的一些商业资讯，这其实就是火。那快跟活其实就是快速完成活化资料，这样对使用者来讲才能创造价值，产生效益。首先它可以解决专业技术能力上的问题，在过去往往会需要一群专业的技术人员将数值转换为图表，在导入 QueryPro 之后，就连一般使用者都能轻松地制作一份完整且精美的报表。再来，它可以大幅减少时间上的成本。在过去，要制作一份完整的报表，需要花上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导入 QueryPro 之后，你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轻松达成你的目标。在过往的顾客回馈当中，他们都会觉得感到非常的惊讶，原来做数据分析可以这么快且简单。QueryPro 主要的客户群目前分布在，比方说制造、物流、金融、政府。只要是有数据分析跟数据应用的需求，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客户群。这么多年来，我们总共获得了30多项奖项。关于 QueryPro 的，我们就有得到3项，其中包含今年初刚获得的美国 Intel 在 IoT 生态体系方面的金级伙伴。在2018年，我们有得到了百大产品创新奖的金质奖，还有金样奖的第一名。像 QueryPro 这一块，我们很期待在未来所有的终端的使用者都能够普及的使用，成为他们的必备的工具。那至于在技术上，我们会融入更多的 AI 的技术，至于应用的层次上，我们会以 QueryPro 去研发出更多好用的应用模组，让各行各业的使用者都能够很容易的来使用，然后发挥他们的效果出来。